根据经济部统计，台湾有近150万家中小企业，然而疫情期间有近80%营收衰退。为了提升中小企业的免疫力，进而拓展商机，中华民国中小企业经营发展协会汇聚各领域的专业精英，协助台湾中小企业在内部经营与外部发展得到成长与提升。我们协会，我们每年会举办8场的讲座以及4场的交流会。那除此之外，我们每年还会有大师讲座，我们会找上市柜公司的董事长、创办人，或是在业界素有盛名的一些知名的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那我们年底也会举办一场论坛，那论坛会是不同的主题，像我们今年的论坛，我们就举办数位转型论坛的年会。除了邀请业界知名讲师分享成功经验，协会更提供免费企业健检服务，由各领域专家进行判断，提供初步建议，也借由数位转型地图帮助企业了解现况与经营问题，进而创造立即的销售成果。那这个健检目前的话涵盖10个领域，从生产销售到人才管理，然后法务等等，他只要花10分钟的时间填写我们的健检问卷，那我们就可以依据大家填写的这个结果，然后我们去第一个是判断他问题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个领域都有专责的顾问，他可以来写一个健检报告，那提供给我们的企业界，所以对企业来讲是一个很方便可以了解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的一个工具。上周我们协助一个台中的传统产业卖桌子，那这个客户他过去都是做桌子的外销，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的桌子出不去，能够销售几百张桌子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就提供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透过销售业跟数位广告，我们在1个礼拜5天的时间让他卖出104张桌子。那对中小企业老板来讲，这个才是最实际跟最实在的，那这个就是立即的成果。疫情冲击，经济活动减弱，协助企业进行房地产规划及财务管理的陈玉就观察到不少企业主有资金问题，而经营劳基顾问公司的瑞甫公司也因为疫情关系业绩衰退30%。那透过顾问，他可能可以协助我们找到一些比较低成本的资金，不管是从银行或者是从其他的一些企业财务顾问的这种角度来协助我们可以度过这一波疫情的难关，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疫情缺口其实相对的在经营上面是相对困难的。因为在协会当中的一个顾问服务的类型相当的多，所以包含在数位转型的部分啊，或者是法律的面向，甚至在一个组织管理的部分，可能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知识，或者说一个转型上的建议。面对疫情冲击与快速转变的环境，中小企业唯有求新求变，主动寻求专家协助，积极应变，才能将疫情危机化为转机。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